我今天来踢场子了，带着了三星来到了 OPPO 手机店，来看一下刚刚发布的这个 OPPO 的手机到底怎么样。这位 OPPO 四年磨一剑的首款折叠屏的手机， OPPO 是否能够给消费者一份满意的答卷呢？作为一个三星 UP 主，也作为一个三星 Fold 的用户，我们来体验一下 OPPO Find N， 拿在手里的感觉呢很神奇，有点像我当年的 Walkman 的磁带机，圆润饱满，开盒的感觉呢比较扎实，也比较有信心。对比我手上这款用了一年的三星 Fold 2， 身体更加的扁平一些，展开手机后呢，能够直观感觉到这两者的差异。 Find N 几乎是一个正方形，再来对比一下华为 Mate X2，Find N 的尺寸呢显得比较的 mini， 但是呢这个厚度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呢是一台 iPhone X， 我们可以差不多对比一下。然后呢这个是一台三星的 S20 Plus， 大概给大家一个感觉，它蛮小的，可以称为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手机，拿在手里的感觉呢有点分量。它整个呢四个边呢都是有比较圆润的一个处理，它的这个铰链设计呢是有点不同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背面呢有三组摄像，整体的凸起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可以看到它虽然在长度上面少了不少，但是它的厚度，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较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差异。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者的一个常用应用的一个体验。这里是一个京东，可以看到呢左手边呢因为它变得更长，所以呢能够更好的去看到更多的内容。那右手边呢可以把图片放得更大，相对来说呢文字的阅读上面要清晰的一点。你会发现使用一个不是特别常规的一个屏幕尺寸的话呢，特别是这种矮扁的屏幕的话呢，它需要滑行的范围是变大了非常多。然后呢这两者的屏幕呢，因为我左手这台呢是 Fold 2，所以呢这两者外屏都是60赫兹，所以整体的体验上面流畅度差别不大。它虽然呢看上去很小，但是拿在手里的重量是非常的惊人啊，真的直逼我左手这台 Fold 2，就是两台差不多大小的手机，这台拿起来就很轻，但这台的话就非常的重，长时间拿在手里的话呢会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我现在也练就了一个铁手嘛，所以这么长时间使用 Fold 2下来，其实这种体积这种质量其实都还好。那相对于两者的握持感的话呢，我觉得可能 Fold 更顺手一点，但是因为 Fold 有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它太长，所以你的手指的滑行的距离是真的是非常的长，而这个的话呢它其实也不能做到一只手滑满全屏，所以整体的使用的话呢还是需要双手来支撑。 OK， 我们来打开这个屏幕来看一下。哦，好了，这个就是真的是可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中间呢，这个屏幕中间呢无论是从摸也好，还是从视觉的观赏也好，很多的角度来说几乎都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很明显的一个凹痕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台三星手机，这个已经是用了接近一年的一个手机了，它的这个凹痕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使用一年的话它的凹痕也没有增强，无论从视觉上面还是在触摸上面都是很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的凹痕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几乎是没有，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我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对比一下这两者的一个屏幕尺寸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有点大的，这个更接近一个正方形，而这个呢更接近一个4:3。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有弹幕告诉我一下。从整个悬停来说的话呢，这两者也是比较接近，是可以在几乎任意的角度去做一个悬停，但是有一个差异，就是它的最后那一段呢是有一个弹力，所以呢是会比较好的能够快速的把它弹开，可是角度也是非常的好，无论是从任何角度来看也是非常顶级的一个三星的一个屏幕。比如像大众点评也是提供了这样子一个平行空间的感觉，这是已经比较常规了。它的一个全屏体验当然是这样，它呢也是可以这样子来观看，可以看到这两者在这样子一个半折叠的一个感觉下面呢，其实两者是有一定的差异的。这边呢是会切掉上面和下面，保持一个大的一个全屏，哪怕是在全屏的状态下面，它这个画面真的还是比较小。我们来对比一下整个全屏的一个感觉，可以看到吗？所以呢这台手机的这个比例呢，我真的觉得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做一些分屏。那这次 OPPO 的这个系统里面，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功能，就是这样子，当你在一个屏幕里面做一个下滑的话呢，就可以同时打开两个不同的 APP， 这个体验真的是相当不错。它也是可以通过左右滑动来做一个位置的调整，但是呢它不能做到上下的切换。但是三星的分屏是比较麻烦的，你需要先上滑点击这里，在分屏图示中打开，
然后呢再选择一个这样子，然后呢它可以上下的切换，然后呢你可以做一个弹窗的视窗，以弹窗的方式来显示，会变得更自由一点。但是 OPPO 的那个哇切西瓜的感觉真的是相当的不错，我真的还是蛮喜欢它的这个屏幕的感觉，因为在你的滑动的过程当中呢几乎没有什么被打扰。虽然呢 Fold 2包括 Fold 3还有 Flip 这些，从正面看的话呢它这个条纹呢其实还是比较不太明显的，然后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能够摸到然后被打扰到的。好吧，这台手机我已经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吧，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我现在也是一个没有贴膜的一个裸机的一个状态，真的觉得说这次的这个价格是真的是非常的香啊，我也是第一时间去订了一台，那后面的话呢也可以去真的深入的去玩一下。其实呢我本意就是来凑个热闹，但是今年的 OPPO N 这个售价实在是太香了，而且在我拍摄的期间陆陆续续也有几十个用户来体验，不得不说 Find N 在硬件和系统上花了很多的心思，体验上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在第三方的软件适配和折叠半折叠和全屏的控制上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其实也是每一个手机厂商在做折叠屏手机都会面临的问题。比如三星就可以通过自己的 Good Lock 来详细的设置每一个应用的比例和旋转的方向，甚至是半折叠时候的控制模块。 OPPO Find N 这款手机可以说打破了折叠高价的现象，让更多因为折叠手机的各种顾虑而持币观望的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科技和创新买单。折叠屏的手机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恰恰打破了手机同质化多年的问题。 OPPO N 它不完美，但是它却有一丝的性价比。你的下一台手机会是折叠屏手机吗？